Hello， 大家好，所有人问高圆圆又回来了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想知道圆圆怎么看待追星？追星啊，就希望大家能够理性追星吧。做起来确实有点难，因为追起来肯定是会有比较疯狂的时候，因为毕竟我自己也追过。圆圆了解粉丝现在缩写吗？比如 BDJW。不知道。DPQ。不知道。PLMM。粉丝不就 fans 吗 ？FANS 不是吗？这跟粉丝追星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就是粉丝在追星的过程中就是创造出来的缩写。DPQ 就代表对不起，不 BDJW 就是不懂就问。你看，你还是要九零后来替我你这个八零后来回答我七零后的提问。PLMM 是什么 ？PLMM 是漂亮妹妹。那我就是 PLJJ 对。有吃过什么特别印象奇怪深刻的黑暗料理吗？荔枝蘸酱油。